糖果果啊，不对，糖可儿。对啊，天哪，虽然我看过你瘦的照片，但是我真的不敢相信那个150斤的重量级胖妞变成你现在这样。糖果果已经是过去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美女糖可儿。你会惊呆所有人的，来吧，带我开启我国内的新生活。没问题的。大家听说今天是海悦总裁要签约主播，都蜂拥而至了。海悦新媒体是真的有实力呀、啊！谁要是被他看上的话，你刚说的是谁？霍冰？没错，他就是我们大学的校草霍冰。可儿怎么办？真的是霍冰哎！没想到现在摇身一变，变得那么有身份了，变成海悦新媒体的总裁了。哎，小怪，你来啦！真是啊，走吧。现在我们隆重地请出我们海悦新媒体的总裁霍冰闪亮登场。老魏的。跟我们的霍总裁共舞一曲，开始我们今天的开场舞。那这个幸运儿是谁呢？我们要选一位特别的主播，这个主播是谁呢？聚光灯给到他们。啊，转起来，是你们，不是你。对，再转，对，好，就是你，这个自信的女孩，自信的可以不用化妆，素面朝天的女孩。可儿，他来了，怎么办呢？来吧，幸运儿，今晚的第一支舞，邀请你一起来跳吧。没想到，我的精心打扮让可儿选上了。被挑上的幸运之星也不要太过于高兴啊。可儿，他真的不认得你了？难道说他一点都不记得你？以前怎么会那么傻？行，我不是故意的。哎，你啊，我都跟你说了，我不太会跳舞，你会包容我吧？嗯，你怎么回事？他故意的吧？你故意的是不是？现在是故意的。哎，你不跟你玩了。哎，这是谁找的人呢？谁找的？为什么要跟我分手？我不要。谁呀？这是啊？我是你女朋友啊！你怎么说忘就把我忘了呢？我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我看不到你，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我警告你啊，我是真的不认识你。你再不放手，我就完了啊！我是你朋友啊！滚！别闹了，滚！烂人，用的还是这个烂招。快把他弄走！今天啊，我给你们两位做个正式介绍，唐可儿
是我在英国的朋友，霍宾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这牛排看着就好吃，真香啊。你干什么？我去洗手间还不行吗？祝你们俩吃得开心，唐小姐小心别噎着。可儿，其实我想让你回国的原因是，我希望你能加入到我们爱杰集团。你在英国主修的课程是新媒体经济，如果你能加入到我们集团，一定可以学以致用。嗯，我这次回来就是打算以后想回国发展，但是你不要着急答应我，可以先考虑一下，明天请你来公司参观一下。那我考虑考虑吧。唐可儿能跟我好好说一句话吗？像跟我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别的女孩见了我都是各种讨好求约见，她倒好，反着来。怎么琢磨这事儿就是不对呀。哎，我先去趟卫生间。好。你要干嘛？今天的这一幕都是你精心安排的吧？故意在活动现场素面朝天，你是想故意接近我？恭喜你，你出位很成功，你做到了。不过我建议你，麻烦以后不要用这么低级的方法来接近我。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呀，从我的助理做起。这是我的名片，明天你到我公司来报到，只要你敢来应聘，我就敢录用你。等等，我不会去你公司的。霍总，这一层呢是海悦新媒体的办公室，总裁办公室也在这一层。哼，真是冤家路窄。哎，霍总，康健，这位美女是谁啊？啊，这是陆总的朋友，让我带她来参观一下公司的。哦，这层不用参观了。我们换下一层吧。哎，美女，不用这么躲着我吧？麻烦你让开。康健，你先去忙你自己的事吧。今天我有时间，我来带这位美女亲自参观我们公司。这……啊，行，那辛苦你了，霍总。哎，美女，你又往哪儿跑呢？陈助理。最近霍斌怎么样啊？董事长，霍斌挺好的，比以前强多了。他倒是每天都来上班。那臭小子每天都不让我省心。嘘，美女，今天这身打扮……霍斌，啊，爸，霍总，哎呦，这里是公司，麻烦你放尊重点。霍总，快起来。哎，你没事吧，霍总？唐可儿，你怎么心跳那么快？你在干什么？这是公司，知道吗？一天到晚的，你干什么呢？哎，姑娘。跟我去开会吧。我。姑娘。别愣着了，请吧。哎，陆翔，我刚才的决定是有我的考虑。爱杰集团这块业务差不多都是由你经手的，如果再把海悦新媒体这块也压到你的身上，我怕你连吃饭的时间也没了。爸，现在手头的工作的确有点多，所以我打算找一个助理帮我分担一下。唐可儿就是最佳人选，她是我从英国挖回来的人才。哥，你让唐可儿当你的助理？嗨，你胆子可真大。好，这个女孩我是打算让她留在我们爱杰，不过职位不是首席运营官助理，是首席执行官助理。
让我当霍斌的助理。我反对，我反对。爸，让他当我的助理，我根本就看不上他。董事长，谢谢您的赏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当霍斌的助理，而且我也没有打算接艾杰工作，我先告辞了。可儿，爸，我再去劝劝他。之前说过的话是不是都不算数了？啊，你不是说你永远都不会接受这份工作的吗？之前说的话都清零了。哎，麻烦您现在移一下您的玉腿，走出来，离开埃及。现在，马上，耍无赖是吧？我告诉你，这份工作不是你想干就能干的。我让你滚，你就得立刻马上离开我的视线。我是总裁，我说了算。总裁，我这个工作是董事长给我的，他亲口答应我让我留下来工作。要不您先给董事长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如果他让我走，我立刻就走。我告哦，对了，现在我是你的助理，如果你不方便打这个电话的话，我替你打。我现在入职了，董事长的电话我也是有的。唐可儿，我们走着瞧。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是我来太早了吗？滴滴，你不是精英吗？我给其他人都放假了，工作都交给你了，你就好好表现吧。哈哈哈哈哈哈！可儿已经偃旗息鼓了，他怎么还挑事？新来的助理不错嘛，听正点啊！说什么呢，烧白头？做助理第一条就是老板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这条不合格，扣10分。啊？扣10分，满分100分，现在你还剩下90分。什么意思啊？想必我妈聘你来当我的助理，给你的待遇也不低吧？或许你是因为高薪的诱惑而接受这份工作，但是没人告诉你这份工作没有试用期吧？烧白头，解释。试用期间100分扣完了。就结束了，结束喽！啪，我第一天就被扣10分了。所以美女，你的处境堪忧啊！还愣着干嘛？快跟上啊！啊，
快跟上。只能走，当然了。心思放在工作上，你整天干嘛呢？我心思怎么不在工作上了？上班的时间来看别人跳钢管舞，这就是你的工作吗？对啊，你以为我是来看美女的？其实我是来物色主播的。但是我觉得盯着他们看的人是你，我之所以签他们，正是因为他们展现出了他们的才艺。你如果真的觉得这份工作不适合你的话，我也不勉强，你可以趁早离开，我不会勉强你的。你，王美然，借你的队员用一下啊。去吧，美女们，走啊。游戏不适合你，别玩了。你们要想玩，我就陪你们玩。但是游戏不是白玩的，一会儿要是我赢的话，那艾姐以后签什么样的人当主播，就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我也要同意。哎，唐可儿，开始吧。所里了，快出来！唐可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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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唐可儿！Thank you.
可儿可是你的助理啊，不用借你玩命吧？我告诉你，唐可儿和别的女孩不一样。她怎么样了？没什么大碍，你们不用担心，病人输完液就可以回去了。谢谢啊。不客气。哥，唐可儿就交给你了，我先走了。喝酒啊，怎么头还疼起来了？这个唐可儿为什么这么眼熟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行了，可儿，来埃及也不告诉我。是我自己想来的，只能说很多事情都不在计划里面。你怎么在这儿？霍斌给我打电话，他不认识你的朋友，也不知道你住在哪儿。霍斌，我没事儿，我已经好多了，就是有点头疼。那不行，还是要留下来住院观察一天吧。不要了吧，我不太喜欢待在医院，我想回家。我呀，真是拗不过你。你酒精过敏，以后就别喝了。好，知道了。人才不怕考验是吧？那就别怪我把考核升级。我的助理不是那么好当的，就看你能力够不够了。哎，我到了。可儿，你住这儿啊？哦，我一个大学同学住在这儿，他邀请我过来住几天。这房子的主人怎么了？没事，你早点回去休息吧。拜拜，拜拜。我东西怎么都被搬到这儿来了？把我调离爱情，但是你要给我一个理由。你要是拿什么因为看不惯我这样的理由，我不接受。理由？好，那我就给你个理由。是因为你工作没能力。你说你入职这些天，你干什么了？好，我告诉你我干什么。时尚教主崔丹飞，粉丝量上千万。赛车手胡静，叛逆女王。网上所有关于他的视频都会被疯狂转载。氧气美女范甜甜，健身照走红网络，在直播平台教大家跳健康操，他的受关注度赶超明星。你给我看这些干嘛呀？这些是我锁定的海月新媒体接下来要签约的主播。你锁定？拜托，请你分清主次好不好？我是你的老板，你是我的助理，而不是左右我要签谁。我们昨晚不是说好的吗？以后你签的主播，我也要说了算的。昨天晚上游戏你也没赢啊。所以啊，你做的这些工作都没用，都属于无效工作。那你这样太不尊重我的成果了。
受不了我这个老板，那你就走喽。让谁走啊？爸。董事长。啊。爸，您怎么来了？海悦新媒体的员工都让你吵得差不多了，我能不来看看吗？他们干得不好，我当然要吵他们了。是员工干得不好，还是你这个当头的没干好啊？这是你做的签约主播的方案。啊，董事长，不错，挺好，挺好。我看这是综合了人气、财气，还有各方面的综合因素。这个方案不错，好，就按你这个执行。具体的工作你来负责。谢谢董事长，我一定会努力完成，不让您失望的。那，好好干。你也是。哦，对了，你看，如果有优秀的员工，你也可以代表公司把他们招进来。啊，好。他这么能干，还招什么其他员工啊？就让他一个人包揽得了。好，工作上的事呢，你们商量着办吧。啊，我还要去其他的部门看一看，你们忙吧。嗯，啊，董事长慢走。好，再见。行了，我要工作了。哎，等等，怎么了？我还要再加一个签约。二次元少女于小淼，你签他的理由是什么？很简单呐，他是一个非常有签约价值的主播。好啊，难得有一位不是因为霍总看他身材的主播，这个我也一起签了。好，一个月之内四个主播，你顺利签下来之后，就成为我们爱杰的正式员工。签不下来，三个月的试用期都免了。一个月之后，你自己卷铺盖走人。你就那么想让我走啊？哼，不是我想让你走。是我根本就没想让你留下来。签约的还顺利吗？耶，不顺利吧？我跟爱心吃饭去了。你放心，我一定会签好的。哎，这个人是谁啊？叫胡静。无数宅男心中的知性女神范甜甜，范甜甜胡静，不会吧？他要签约的四个主播，三个都是他室友，那我对他的考核是不是也太没难度了？没难度也测不出他这个得力助手的能力啊！你今天怎么没去见主播？友情提示你一点吧，于小淼下午3:30会出席汉服文化周的活动。你今儿怎么那么好？还特意告诉我他人在哪，信不信由你喽。啊，清楚了没？不就是签约的事吗？行了。你要我不签，我就不签。我要的东西呢？哎呀，你这点小心思啊！答应过你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没完成过？我的最爱，终于集齐了。好了，既然事情已经答应你了，那我就走了啊。你们两家是世交，所以关系本来就很好。他来找你聊聊天，不是很正常吗？你都知道啦。自从霍总把你加入我的签约名单，我就查过你们的关系。我知道，他想让你为难我，让我知难而退。那你就等着吧。你我虽然知道于小姐是你故意安排给我的，但我也知道，于小姐是个非常有潜力的主播。一旦可以签约成功的话，那对我们海悦新媒体是非常有利的。霍总，我倒是要谢谢你。
给了我个这么好的主播人选。谢我也没用，你别想了，他是不可能跟你签约的。是吗？我觉得像于小姐这么聪明又有个性的女孩，未必就会听你摆布啊，对吗，于小姐？可儿，你觉得呢？要我觉得，一定不会。对了，于小姐，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诚意，让你满意。好啊，我很期待。我的诚意还有很多，如果你想要看的话，我随时都可以。好啊，霍总，我就先告辞了。哎，你为了赶可儿走，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可儿是一定不会让你得逞的。吃了豹子胆了他，竟然敢顶撞我。不错，有个性，我喜欢。你喜欢也没用，你可是收了我手办的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知道吗？你不可能跟他签约的，听到没有？我现在涨价了，一个手办可不行了。如果你想收买我的话，就看你接下来的诚意了。今天下午三麦见。哎，你干嘛？我可没答应你啊，我很忙的。今天下午不见不散。哎，现在九零后都是这个样子吗？这边请。哟，那不是你的小冤家唐助理吗？他怎么跟陆翔哥哥来吃饭了？这是菜单，拼桌去。哎，我先看一下。拼什么桌？看他俩有情有义的腔调，来这么高级的餐厅吃饭，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约会。约会？看着好好吃啊。可儿，你看看想吃什么？还是你来点吧。现在艾杰是越做越大了，是陆翔功不可没，但是他还用了一些不惜破坏规矩的手段，哼，越来越像他爸爸了。是时候该给他一些警醒了。先这样吧。好的，谢谢。好的，请稍等。哎，我说你倒是吃啊，老看那边干什么？吃。这个送你。哟，开始送礼物了，看来是真的在约会啊。是什么？喜欢吗？很漂亮，但是这么贵的东西我不能收。你不用紧张，这是客户送给我的，我留着也没用，你拿去。锁项链，不便宜吧？陆翔哥哥，你怎么不送我一条啊？好歹我们也认识十几年了。有什么好稀奇的呀？这个就是条链子。夏淼啊，以前客户送我的东西，我给你的也不少。这条项链，你不觉得更适合可儿吗？
这样看来，是挺合适的。我这条也不错吧，小淼，这条项链送给你了。给我，我给你戴上啊。看，这条多合适啊，不比那条冰冷冷的链子好多了，而且上面还有我的体温。你这戴的什么呀，霍斌？你喝多了吧？服务员，有没有眼力劲儿啊？拼桌。不请自来。你也不问问我们愿不愿意，是吗？你们是在约会吗？如果你们真的是在约会的话，我现在就滚蛋。如果是朋友的话，为什么不能多我一个？人多不更热闹吗？好，一起吃吧。人脸，你！如果你喝醉了，就给我闭嘴。哎，可儿，别摘。我觉得这条项链很适合你。是啊，很适合你。好啊，那我就却之不恭的收下了。收下吧。从坐下来到现在，咱们几个还没碰过杯吧？来，碰一个吧。是啊，咱们干一杯吧，咱们干一杯。干！来，干杯！哎呀，不好意思，我失手了。好尴尬呀，吃饭也没遇见个粉丝。我看你们都喝酒了，要不然今天我送你们回家吧。陆翔哥哥，钥匙给我。嗯。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闹够了没有？什么叫我闹够了没有？你是嫌我打扰你约会了还是怎么着？你要是想约我助理，你就直接约，他不来我帮你约，我扣了奖金。你给我闭嘴！受伤了没？对不起对不起，刚才女司机不小心又把油门当刹车了。你们大家没事吧？没人扶你啊？你真没想到，这么紧张坦克啊，我一试就试出来了。这很不好玩，好不好？没笔了，我这有，我一会儿给你拿过去。
哎，对了，跟你住在一起那个胡静他……你干嘛问这个？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跟你住在一起那三个女孩，倒都挺好看的。我告诉你啊，你不要打他们的主意。我就是评价一下他们嘛，你用得着这么紧张吗？你无聊。你该敷面膜了。什么意思啊？嗨，没什么意思，只是觉得你的脸近看真挺糙的。你才该喷香水呢，臭都臭死了。切，我要是你啊，我根本就没脸跟他们三个住在一起。哟，你们两个又互加起来了，我怎么看着就那么像小情侣在互相打情骂俏啊？打情骂俏？我跟他？开玩笑。可儿，你喜欢我送给你的礼物吗？你说那漫画《浪漫爱情故事》你找我吗？你要是找霍斌的话，他在楼上。我是来找你的。哎呀，找我？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怎么觉得有种不太好的预感？我来找你，就非得是什么坏事吗？我是来找你签约的。签约？你不是说要跟我签约吗？怎么着？改变主意啦？没有啊。但是，你怎么会站在我这边？你不是被霍斌收买了吗？这每天办事儿都是看心情的。哎，别磨磨唧唧的了。你到底要不要跟我签约啊？要要要，签签签，这就签。来来来，合同在这儿。比。好了，就这么签完了？我都签完了，你还不相信？上面已经有我的名字了。要是一个签名还不够的话。要不要再加上我的唇印啊？啊，小淼，我好爱你啊！哎呀，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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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那鬼哭狼嚎呢？耳朵都快变成聋了。霍总，你看，这是什么？萧淼，你这个叛徒！我就喜欢当叛徒，就喜欢看你们俩互掐。今天本小姐还有事儿，我先走了，改日再过站。哎，给我站住！拜拜。于萧淼，于萧淼，臭丫头，这是什么？自己撕，还是我来撕啊？你要撕也没用，反正于小淼现在是要签的，你撕多少份，我就让他签多少份都可以。你撕啊？不用看也是不同意。签约主播是我的工作，你这样刁难我的话，有意义吗？不要把你的工作不足归结到我不支持你的工作。你没有吗？你收买于小淼不跟我签约，挑拨离间范甜甜和崔丹飞，那些都只是为了考验你啊！如果你连这点考验都通过不了的话，又怎么样当我的助理呢？那我是不是要谢谢霍总啊？不用客气，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不过唐可儿女士，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呢，你通过的几率并不大哦。是吗？那霍总，我是不是要先恭喜你？恭喜你成功的把一个一心一意为公司付出的员工赶出爱捷集团。其实你要是把我赶出去，我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遗憾的是你霍总，你身为海悦新媒体的总裁，这事儿啊，什么都不行，你抓紧办吧。啊，好的，董事长。为什么你不能好好的把这个公司经营好呢？你要知道，爱捷公司不是属于你们霍家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它是属于每一个为这里奉献出青春的员工。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为了公司成天出差到处奔波的人，那些在这里加班加点，错过自己的结婚纪念日，错过自己儿子的生日，错过自己孩子家长会，甚至错过赶回到家中见自己父母最后一面的人，你有没有想过那些拼了命服务于爱捷集团的人？我希望你再仔细看看这份合约，不管你想不想看，想不想听，我都会把对海悦签约主播的想法全部都跟你说完。要跟别的公司竞争主播，我希望海悦不单单成为给主播提供平台的技术公司，更希望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发现他们的主动性，发现他们的潜质，发展成一个有内涵有价值的明星品牌。所有的内容我都写在条约里了。我知道霍总特别忙，但是我希望能在百忙之中抽出十分钟来看一下这份合约。看来我和爸爸的约定是有道理的，对唐可儿的考察出有成效。如果把海悦新媒体管理好，我爸就不会把公司让给我哥。相对于亲情，事业并不是那么重要吧。可是这些话，我能说给你听吗？唐可儿。嗨，大家好。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跑调了，搞什么？唐可儿，你就像个小丑。唐可儿的歌声我以前听过，到底是什么时候听过呢？
哎，看清楚了吗？我现在是最佳角度了。还可以吧，拿好了，别总是抖。来，啊，陆总，怎么我哥也来了？不知道啊，怎么会这么巧啊？他突然看到唐可儿搬东西了。是啊，太凑巧了。哎，你手机举高一点，我看不到了。谢谢啊。这些事情是霍斌让你干的吗？不管是谁让我干的。关键是，一定要把这些搬完，其他的都不重要。其实我刚来艾杰的时候，也是从底层做起的，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你这么说，我觉得搬箱子还挺有意义的。我把剩下的搬完。慢点。可儿，你休息吧，这些事情我来帮你做完。没事儿，这是我的工作，怎么能都让你做呢？你啊，就是倔强。来，哎，唐可儿好像晕倒了，陆翔抱着她去医院了。这是在哪儿啊？你刚刚晕倒了，我送你来了医院。来，医院。小心。你说你，明明淋了雨发着烧还来上班，让别人知道，岂不说我们艾杰是无良资本家？我以为烧得不高，就没事呢。你对自己身体可一定不能马虎，如果再这样，我可不能原谅你啊。行了，陆总，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嗯。来，我帮你看看点滴。小心啊，放这儿。粥还热着，让病人喝一点吧。好，谢谢啊。不客气。这粥啊，是我让康健专门给你买的。来，我自己来就好了。哎，你可是病号啊，哪能自己来啊？你只需要张张嘴就好了。来，真好喝。那当然了，这是我让康健去口碑最好的一家粥店买的。谢谢。陆总，粥买回来了。这粥不是你买的？不是啊，我才买回来。哦，那这家医院服务倒挺细致的。哦，我刚才走过来的时候碰到了霍总，这粥。哥哥哥，这我。哎，啊，霍总。喂。
康可儿，我告诉你，我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什么不负责任？不是的，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霍总，先生，先生您没事吧？霍总，你在哪儿啊？先生，霍总，喂，请问您是机主的朋友吗？我是啊。您的朋友喝醉了，您要不过来接一下吧？啊，哦，那你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啊？在江滨路 Rock 酒吧。康哥，我。我霍斌为什么要受他威胁？如果仅仅是代表你霍斌自己，你可以不签这份合约，但你代表的是整个海月新媒体，你必须签。可儿，小冰冰现在还躺在床上呢。再说，是不是 P 的照片？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鉴定技术吧？别人不会相信呢，我也不会相信。你要是不相信呢，可以来华天酒店。画面很劲爆，小心被吓的哦。哎，你没事吧？我说你身体还没好，你跟自己较什么劲呀？不用你管。我要劝你一句，想要别人尊重你，你要先尊重别人。嗯，是。再见。李妹的合同签完了，事情就算过去了。可儿，谢谢你，这件事情你想得很周全。没事儿，只希望霍总，你以后不要再喝多了，让人给你收拾这些烂摊子。哎，我送你吧。不用了。啊，长这么丑，还有比本宝宝更可怜的宝宝吗？嗯，他们太坏了，把我弄成这样。不行，我要在网上诉说一下我的委屈。丑成这样子，写什么都没人看，怎么办呢？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成了海月新媒体的一份子，也成了霍斌最亲密的人。哎，醒醒！我答应过可儿的，不能发微博的。啊！怎么办？怎么办？山宝，答应可儿的就一定要做到。不是一样。李妹疯了吧？你们看，传媒男神霍斌居然和这么丑的一个人好上了。啊，这个太丑了吧，真是搞不懂。哎，
你看，这不是传媒男神霍斌吗？这女的谁呀？居然拍这种照片，真是太过分了。我知道了。短短十几分钟，转载已经几千万了，这事态完全不可控了。我保证，这次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不是故意的，你不是故意的。你信息变得那么好，签约的合同你也拍了照片，两张一起发的。你现在抹黑的可只是霍斌呢，黑的是我们爱杰集团呢。你太过分了，毫无节操可言。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得这么严重。这照片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的脑子完全乱了。林妹，我真的戏错了你。可儿，我现在怎么办呀？你是想活活把我给气死呀你！我把你养这么大，你就这么回报我？哎呀，这事也不能全怪他，这外面的女孩子心机也太重了。我霍华成的脸面，爱杰集团苦心经营的企业形象，全被你一张照片给毁了。快，董事长，您别太生气啊，注意身体啊。还注意什么身体？我经营的事业就这么被他给糟蹋了。看，早晚他得把我给气到病床上去。陆总，对于您弟弟在网上发布的不雅照，您什么看法？出了这个事，海月还会让霍斌担任总裁吗？是，你说一下吧。是，你回答一下吧，陆总。对呀，讲两句吧。陆总，哎，你别走啊！陆总，陆总，陆总，别走啊！你先说一下吧。陆总，爸，别生气了。对不起，你别跟我说对不起，去跟股东说，跟陆翔的爸爸说。哎呀，你生那么大气干什么呀？孩子也知道错了，他心里也不好受。快快给你爸倒水吃药。快快，爸，您说说，您跟自己较着劲干嘛？您都一把年纪了，事情都发生了，您生气也没用了。你说您这万一真的进医院了，我跟我妈还得照顾您。就是。爸，吃药吧。吃什么药？吃药！你看见了吧？这就是我养了二十多年的儿子。董事长，消消气啊，注意身体啊，董事长。爸，爸，公司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公司门口和小区门口都被记者围住了，我已经让媒体朋友将事情往下压了，但是董事们要求明天开股东大会，让霍斌无论如何要给个交代。交代。交代，董事长，消消气啊！行，我知道了。一会儿董事会上，你先认个错。他们看你认错了，就不好意思再指责你了。霍总，对不起。林妹她之前答应我不会发照片的，也不知道她怎么会把照片给发出去了。你说你对不起我儿子？对不起，是我信错了朋友。怎么说，跟我儿子拍照的女孩是你的朋友？你怎么能把这么恶劣、这么有心机的女孩介绍给我儿子认识呢？妈，我儿子的名声全让你给毁了，你知道不？你知不知道你？妈，您别冲动，什么先回家，真是的，先回家，太不像话了。消消气，消消气，走走走，妈，消消气，消消气。霍总，照片被发出去，完全是因为我的疏忽，应该由我来承担。你让我跟董事会解释吧。照片是我跟别人拍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在这乖乖等着。
因为霍斌的个人原因，给公司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我霍华成深表歉意。现在霍斌已经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现在我们公司的股票大跌，所有的股东都在蒙受损失。现在外界呢，对我们海悦新媒体的质疑声也是不断。这可不是一个道歉就能解决的事情啊。海悦成立了半年多了，许多业内人士都在等着看我们海悦新媒体能否做出让大家点头称赞的成绩。可事实上呢，一再被媒体报道的都是霍总和各个主播的花边新闻。试问霍总，身为海悦新媒体的总裁，集团的接班人，他何德何能带领我们爱捷集团走向更好的明天？反正我是不能相信。不能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就是啊，是啊，就这种事情还要慎不能长期这样下去。这件事我深表歉意，实在是对不起。这次犯错的人是我，是我提议签下李妹的。事情发展成今天这个结果，是因为我的错误判断，我应该来承担这个责任。你说你个小员工，你来添什么乱呢？董事会的正式成员正在开会，有你说话的份吗？快出去！霍总，这是什么？这个是爱捷正式员工的合同。你的试用期马上就满了，在这试用期间，你工作很勤奋，努力，所以我们爱捷集团没理由不让你这样的员工留下。恭喜你，唐可儿，你现在已经正式成为爱捷集团的一份子了。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留下，你要走？当然了，我这样的人其实早就该走了。反正像我这样的人渣，留在公司也是祸害，早就该走了。啊，不过你放心啊，你一定要对我们公司有信心啊，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人选来成为你的领导，你们一定会把爱捷集团做得更好。相爱哭的你远远地跟着我，有些闹有些烦的你，所有的快乐都来自你，如果我难过也都是因为你，跌跌撞撞寻你，我相信你从未离去，你的欢笑你的委屈牵动着我每分情绪，流淌的浓烈是你的真情，付出了我孤单的心。没想到你还挺拥戴我这个上司的嘛，还要跟我共进退。李妹这个事情是因为我的判断错误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这个锅不能让你一个人背，全部都失去没关系，只要一起。是你世界上无可替代的你，是你让我不顾一切向你狂奔去，不能放下你，哪怕全部都失去没关系，只要和你一起。
你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心。